弟弟，你要吃什么口味冰淇淋？来。你那个是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它好像位置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应该是芒果吧，还有花生。弟弟，弟弟你要装快点装，人家在等了。弟弟你快点，弟弟你快点装，人家在等了，快点。你叫巧克力货，是不是？巧克力装装，快点啦、啊。芒果味。不然你先想完，再你先给人家先装好了。芒果，芒果，你快点！芒果，芒果。你要我帮你用啊？好。好了 ，OK， 就这样。可以了，可以，拿一次，拿一次。谢谢。是。好了，弟弟，这样拉太开了，拿进去，你可以吃了。吃看看吧，这什么口味？是什么口味啦？芒果。芒果吗？确定哦，那就没装错了。